你的爱，但结局难更改。
声音穿梭轮回界。相信一些小伙伴已经认出了这位 KTV 大神是谁，他就是最近翻唱《左手指月》走红的黄霄云。他极致的高音让不少的网友都非常喜欢，还被说为是神仙的嗓音。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萨顶顶，并且发布于2018年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。当然了，翻唱虽然好听，但是原唱却是最经典的。在最后，我们就来听一下萨顶顶的歌声吧。